三列哈、哦，能够被三整除的，都帮我换加一个底色。这个第一个，第二个是斜边，其实最做这样的哈、哦，斜边能够哎，就是打个叉叉。但是这个做法当然不是叫你一个个慢慢去找，而是用什么设定格式化条件或者 VBA 啊、哦，哎怎么做？首先第一个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有两题啊。第一题，如果你今天希望能够被三整除，是列能够被三整除哦，所以哈、哦，我们这边会有个关键的函数叫做 MOD， 好、哦，这个 MOD 的话哈、哦，跟中华电信没关系 ，OK 吗？因为刚好名称是一样的嘛，哈 ，MOD 哈，那它主要就是求余数的意思，求余数意思说哪一个数字，啊，后面这个三指的是除以多少，余多少的时候，余多少，哈，所以那你怎么知道余多少？你可以其实可以在旁边先练习过，比如说这边哈，在第九这边空一栏哈，比如说你可以插入函数。那插入函数里面的话，有一个 mod 函数啊，应该是数学里面吧 ，mod 你找一下 ，m 开头的哈 ，OK 这个数学里面啊，然后呢，按它有两个嘛，一个是 number 哪一个数字，然后除以多少 ，OK，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，这个数字假设是列号哈、啊，除以多少呢？除以三，余多少？所以它其实是把余数哦，帮你把余数丢回来 ，OK， 所以你向下填满的话，那你会发现哦。它如果除以三除以二余多少余二，三除以三余多少余零，因为整除嘛哈、哦，然后四五六六也是零，九也是零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能够被三整除的，那请你帮我做什么事呢？帮我在这边画一个什么，填一个颜色，就像这样子，填一个颜色，啊，当然不是叫你一个慢慢填啦、啊，因为将来当然你可能你的工作里面呢有大量的资料需要这样做。比如说填颜色啦，或者做其他的动作，那当然你就不可能说慢慢去做。但是你如果不想写程式，也能够达到具备有类似写程式的效果的话，那恐怕你可能要学好什么设定格式化条件、新增规则。OK， 而且新增规则里面哈、啊，还需要注意是由公式来决定哦。那这个公式呢，基本上哈、啊，跟那个函数里面那个公式是相通的。所以里面的公式哈、啊，你也可以拿上面的名来做啦，不过它的差别是说它旁边没有插入函数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可能可以在这边练习，练习完之后再来这边做。好，那做的方法的话哈、啊，第一个你要格式化的范围先告诉他，因为我希望哈、啊，帮我把这里面的资料哈、啊、先选取，要格式先记得啊，先选取。第二个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的新增规则，用公式来决定。那这个。公式应该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啊，一样先等号，等号加 mod， 大小写其实都没差别了，我打大写好了 ，mod 哦，好，然后前括弧哪个数字？这个时候哪个数字啊？你可以直接指向哪个储存格？这个储存格啊，特别是哦，它会先从这个储存格哈、哦，一直帮你往下，反正也是一样，它有点像跑回圈嘛，先帮你向右，然后再向下哈、哦，那里面的话呢哈。哦哎，多打一个 M， 这个删掉，然后逗点整除三，好、哦，然后等于后面记得还多一个等于，等于零的话，那特别是啊，这个是公式，后面这个前面这个等号是丢给前面去做判断哦 ，OK， 所以记得哦，一定很多同学都忘了打后面的等于或前面的等于，那结果就错误了。好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如果你这样子按确格式给他，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话，填满成黄色。但是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公式哈、哦，其实跟那个蓝列锁定也有点关系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锁的话，记得不要只有锁什么锁那个。如果你现在锁 A2 的话哈、哦，那你按确定应该是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它一样从这个范围哈、哦。帮你怎么样向右，那可是一直锁在这里，所以一直是这，它这过来一定是一，一除以三一定是一，所以永远不会零，所以也不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所以怎么做啊？记得哦，你就是锁的时候呢，记得哈、哦、锁 A 就好了，它会也是会向右，然后会向下。但是如果你 A 锁住的话，它会固定在帮你去找 A 栏，
也就是说呢，如果这一栏哎不是，他换下一栏，一样抓这个，因为 A 栏锁住嘛，所以他二不会二会往这个，可是列就是这个位置哈，它不会跑掉，对不对？就是锁住 A 栏。好，这个地方锁住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哈做完之后哈，刚记得等于哈 MOD 这个地方固定这里，一般是范围的左上角了哈，然后逗点三，如果等于零的话，把这个记得把这个锁拿掉，然后设定格式为这个黄色底色，这个按确定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它就会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能够被三整除，因为我刚刚是锁这个吧，同一栏，所以它一直往下抓，抓到之后呢，同一栏的位置，我跟你讲，同一列的位置，它就帮我把这个地方哦设定一个什么，这个底色就帮我加上去哈，第一个。那第二个的话哈，如果说我今天呢，我的效果我不是要这样，我希望改一下，所以你可以把设定格式化条件呢，这个把它删除啊，做完之后了哈，套用一下。那我希望做第二个效果，第二个效果各位可以参考一下。如果我希望做出类似像这样叉叉的效果，那这里面该做什么样的比对哈？基本上哈，这个地方当然哈，如果是从左上到右下，它的什么呢？这两个数字有没有？是相等的，所以特别重要，你可能要抓这个跟抓这个，好。另外第二个呢，如果从右上到左下，这个跟这个怎么样呢？有没有什么固定规则？相加的对吧？刚好等于十，所以哈，如果你希望有做出这样的效果的话，那你可以判断，一样是这两个相加等于十，不过一样会牵涉到栏列锁定的问题哦。OK 啊，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